环保回收联盟之孙悟空的吸管。哇，七星潭海岸真壮观，石梯坪风景真是美啊。为何海面这么多垃圾？现在就去找龙王问一问。嘿，哇，水晶光变成垃圾场了。哎呦，小兵，姐姐，哇，龟大人的鼻孔，就连龙王也被网住了，这是什么状况？近年来，垃圾越来越泛滥，鱼族深受困扰。哎，不好啦，吸管怪又来肆虐啦！这么多，让我孙悟空来消灭你们！排山倒海，不转乾坤，喷！哇，孙悟空真的超猛的！纸牛牛，这只宣导片会不会做得太夸张了？哼，事实就是如此。台湾一天会制造出800万根吸管废弃物。叠起来啊，竟然有78.7栋101大楼这么高！天哪，那一年不就是有30亿吨吸管废弃物了吗？其实，滥用吸管是一种资源浪费。现在许多店家都已经不再提供吸管给客人了。嗯，对，希望大家以后多多配合，减少使用吸管。并且在喝完手摇杯之后冲洗再回收哦。猴子猴孙们，你们看到了没？以后不要再用吸管了，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垃圾啊。哦，那你耳朵里的这根吸管先丢掉哦。不行了，那是我的金箍棒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资源回收。